这样一张医疗床，脊背、屈腿、整体升降可调节，一键复位，垂头仰卧，舒适便捷。电动病床可通过手控器实现临床所需体位，脊背功能可缓解卧床者背部受压，减少褥疮，方便日常就餐阅读。屈腿功能可促进血液循环，防止肌肉萎缩。整体升降功能可方便日常护理，还具有临床急救的前后倾斜和 CPR 一键复位功能。各功能点动式控制，按键形象直观，功能一键实现为卧床者带来极致的安全感。电动病床四周安装防撞轮，有效避免床体撞击墙面造成的损伤。蝶形护栏与床板同步升降，会有阻尼器装置控制速度，减少噪音。麦弗电动病床，降低护理工作的强度和难度。